开饭，酸辣生姜，藤椒鸡腿，还有个青椒炒茄子，好好吃。冬吃萝卜夏吃姜。等一下，香，好吃。热乎的好烫，太香了，超熟，自己包的，这是，好香。泡着吃，猪肉香不香？好吃，这个汤底就是用那个人人烩川菜酸辣酱做的啊，直接就放这个汤放在里面，然后放点开水搅拌搅拌，放点葱花就可以了。好吃，
线下的。哎，小火锅。这个调的麻酱。完的豆芽还有三根是我自个加的，剩下都是里边自带的啊。这个是潮式炙热小火锅，香辣脆肚的，就喜欢潮式鸭脖的，这个小火锅你肯定会喜欢。这个太辣了，所以我调点蘸料。这我都没把那料底料全放里头，我还搁个小锅，把那一半的料放在小锅里，煮了点丸子，煮了点生的，煮了点豆芽。这个是带的。这粉是里边带的，哪哪辣呀！对于我来说，搁一半的料，底料啊，辣的都不行了。它这底料挺香，就是辣呀。
炙热小火锅。潮湿小火锅啊，这个生菜、豆芽还有丸子是我自个儿高小锅另煮的放的。这小味道可以了，能使辣的去拍吧，太辣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啊。这我还没把那底料全搁里，看看这底料不香。小粉是自带的，肉片也是自带的。这个调了点麻酱，解辣呀。能吃辣的去拍吧啊！我喝点水缓一缓，这视频就到这儿了。